仙和魔本无不同，一切分歧都来自于这混元石。前生今世受着阴，那来世又如何？你与道皆我所求，却求而不得。不想以复仇来做唯一的价值，我错了吗？人会说谎，剑不会。今后我以剑为言。玄有道，魔有宗，为何我们就是妖？星河越过世界，沉寂的水面，世界那火是纪元，跌宕的命运撑开锁链，这一把传世的剑，这几世追寻的信念，是要守护的诺言，辜负这一场惊世的波澜。给我参透这道心的夜，让我超脱这红尘的牵绊。天地无与我为相离相连，尘世有借有缘，或许或悬，沙发或被牺牲，转眼成一眼，是魔是仙，不过一念之间。天地无与无为相离相连，尘世有借有缘，或许或悬，仙道还是魔约，难分难灭，一生一息转眼又成万年。方位就是这里，但已经没有路了。师尊，这……玄门之祖封禁的纯阳秘境，岂是肉眼就能找到的？避魂阵。急，人影刚才不见了。
道天鹰谷的秘籍究竟是何物吗？没有听师尊提起过。为师曾教过你，我魔道宗派中最重要的三大真经是哪几部？是我魔宗在中原界开示的三元真经，分为天地人三部。不错，那么这三部经书都在何人手里？啊，回师尊，天部真经在血灵崖天煞宫手中，自从血煞子无故失踪之后，经书便落入现任公主紫音鬼母手中。继续。是。地部真经是在密摩崖罗刹教手里，不过听说是部残卷。师尊和罗刹女主一向相熟。弟子失言。人部真经也是残卷，分别在极乐谷和我派手中。目前在师伯手里。不错，在你师伯手里。所以，现在你与为师就来取这剩下的残卷。师尊说，这里的秘籍是人部真经。就快是卯时了，虽为阴时，但六阳天罡阵是纯阳火阵，本应在亥时攻阵才更有力，老鬼偏不这么做，看来是对血影梭有十足的把握了。该死，偏偏在此时发作，绝不能让那贼丫头看出来。得到了人部真经，这八十一年一次的发作或许就能避开了。就算不能完全驱避，通悟人部秘法，融汇而入地部，这天煞宫又算什么？刚才看到的几道剑光应该就是落在这附近了。林鸾，要不你用法眼看一下在哪。切，你还没吃够魔道的亏是吗？就算你现在气脉通了，但三尸没斩，内丹没结，哼，不过是初涉新剑通，根本不是人家对手，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才是新剑通初期？最近气脉越来越畅通，也许进展飞速呢。小丫头，就是没什么见识。你看看青鸾剑，它化形了吗？出鞘！青鸾剑一向如此，会有什么变化？哼，胡说！本大仙拿给你的时候，这剑是现在的样子吗？原来那才是青鸾剑的原型。少见多怪。练到新剑通的第三重，这剑就会化为本初原形。
或是有形之物，或是无形之质，还能藏于你身上的任意穴位之中。但这也不过是小成罢了。原来要练到第三重才能小成。那么办完它之后就该……朕要先杀回皇宫。你一定会来找我的，是吗？别以为本大仙不知道你这个死丫头在想什么。我在想什么？你在想那个小皇帝，你想帮他复国。你胡说什么？本大仙修行几百年，你一个小丫头的心思还能看不出来啊？你还在胡说。玄门九界不用本大仙教你吧？要行无欲哟。你不要乱说了，我不过是感激他助我冲破气脉阻碍，况且妖人作乱和他也有关联，等破了魔道阴谋，斩了三尸神，我们就即刻回山。没关系啊，你们两个可以学各抱双袖，流凡助极，一样可以羽化飞升哦。哎呀我呀，你还说？算了，我自己去找。死丫头！哎呀，没了本大仙，你根本找不到。等等我！不错，这里的秘籍就是人不真经的残卷。天音谷秘籍，魔道中人多半知道这个消息。果真这样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来盗取秘籍？师尊不觉得怪异吗？这只是太虚老儿设在谷外吓唬山精水怪用的。弟子失察。不过这也的确是警示之用，再往前走烧出的就是九阳真火了。九阳真火是触到就会形神俱灭的玄门第一神火。不错，况且这也不是寻常的九阳真火，而是太虚老儿取太阳真火凝炼而成的。所以你知道为何魔道无人能取得秘籍了吧？弟子受教。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得到玄疑的血影梭，这九阳真火也不足为惧。师尊是说血影梭竟然可以克制九阳真火？血影梭是白猿老祖以冰蚕阴血炼成，专克玄门和魔道的各种神火阴火。只是数千年前白猿老祖应劫转世，法宝从此失落无踪，但没想到居然被玄疑得到了。贫道数年前机缘巧合才得到白猿老祖的血影梭，只要你答应贫道一件事，法宝双手奉上。你怎么知道本座在谋划天音谷？若要和令师兄敏胜一争长短，没有天音谷秘籍，想必你难以达成心愿。你想要什么？暂借贵派御师阵一用，攻破金陵城。你到底在人间搞什么鬼？一切都是为了我等魔道宗脉。卯时已到，入阵吧。何人胆敢擅闯血盆门仙阵？
剑起三尺清风啸鸣，踏个心连天地之音，霜花尽散几风泪磨砺，凛练出无形之境。风起中落雨恋人心，一剑心动凤凰之力，混沌尽寒芒开天辟地，冻裂万年的心灵。剑飞扬自笑碧落，人传说黄泉身死不，刀磨亮清浊云，人间相恨。那一刹惊空破苍穹，霹雳动山洪，心连剑扫却一切魔宗，执念斩不休，逍遥更难求，挥舞剑寻一个理